我已经和朱开说好了，就是今天必去虎扑。我跟你说，刚才在车上，志豪，我还跟志豪说的，我真没看过那东西，我也不知道有那环节。然后谁呀、啊？好多人在我下面留言说什么要看什么虎扑，对，为什么看虎扑啊？然后我那天就看那个志豪的那个直播。后面有这种环节的吗？现在已经直播这么暴力了吗？就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你在我这里没有人能冒充你，就那些人登不了号了，已经本人就在这里。哎，怎么说，今天我去真正的英雄登那个就是以平凡之躯，我直接登他们教练号，直接登，直接上号，直接上号，就那边比赛在那儿，对，我就直接上号。要不管他们官方要个那个流，未来就那个还可以那个语音的那个对串流，对，我直接我直接在这里耳机一戴，给我的机会吗？三楼办什么？啊，你当教练是问队员三楼办什么吗？真的三楼办什么？你直接说啊！八年前，你说办什么？不知道，坚持到现在。你直接跟我爸说啊！这四五楼一起说了，他妈四楼搬亚飞，五楼搬庄周，这一起说了。哎，真不行，我感觉真这样吧。今天 BP 谁不行了？第一把谁倒了？谁第一把 BP 倒了？我直接你直接去，直接上了。你直接去，我直接打的路边，直接电话啊，就那个 EDG 打那个滔博啊，我直接就谁 BP 不行了，我直接手机拿起来直接打电话给 Clear Love 啊，你问他什么情况，什么意思？对，就 BP 会不会？他们说这么暴力吗？哎，真行吧？那滔博呢？滔博 BP 不行，就直接打电话过去，给国浩，给国浩，就直接给他打，直接问郭浩那个就是还想赢教练怎么说一个月多少钱我直接一个月多少钱哎真行吧感觉这个有点肤浅你得这样问你那边给我腾出地方没有我电脑放哪有人说哎这个可以哭了对这个可以我觉得你跟他说我要间单间自己为了付出了多少你跟他说训练室一台单间一台两台 OK 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直接过号直接问那个怎么说电脑放哪